跟大家玩的是小型空中独木桥，那由于是临时看到才录的，所以就没有详细的介绍咯。地点是在台北的青年公园。这是一个飞机形状的游乐设施，这个很像军事堡垒，超高的哎！张宏又跑去玩荡秋千了。踩跟扶，但是我会不会摔死啊？我觉得我快不行了。是不是很难？超难的吧？不行，你至少要爬到这个，爬到顶点哦。为什么你这么稳啊？你都不会像我转圈圈哦，超稳哎！你666，张宏又挑战成功。我这是正确的吗？好烂哦！我小时候超顺的，哎，这超高哎！我想等他们走了玩一次，这真的超高哎！这是我看过公园里面最长的溜滑梯。好吧，我太喜欢了，这个上去了。啊！你管阿爷打我吗？这个很恐怖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有恐怖到哎，你绑住我，这个真的有恐怖，我没下去呢，哎，这个超不稳的哎，果然还是翻滚比较好玩，我是超怕滑的，好可怕，我觉得你不敢玩这个，哎，差不多回家了，超级成功，翻下去就没了。超远的啦，一格跟一格之间超远，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摔下去顶多就，哎，这摔下去很痛啊，全部都是石头。我也是这么觉得啊，哇，好可怕，一滑都要空的。我鞋子没有穿好，好晃啊！为什么面下来？我干你！可以，可以，我穿不下。好可怕！好可怕的！我真的觉得这一组很可怕，这一组真的是超可怕的。这到底有哪个小孩敢玩啊？这个摔下去真的就，这个木头，摔下去就没了，好可怕！我就不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。一个12岁的小孩子敢玩这个，而且没有安全措施。哦，往前请啦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溜滑梯，这是攀岩。哦，哎，该不会这是起点？这是起点吧？我觉得我用往后的方式比较，屁股是太大要卡住。你这是什么姿势？哎，你过来拍一下这个，你过来。适合几到几岁？我就不相信5岁的人可以玩这个。我整个起雾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超紧张。它真的很危险哎，这只适合大人呐、啊，而且它那个这两个中间他妈有够宽，我就不相信幼稚园哪个小孩可以直接劈腿过去。
哎，换你，换你。谁知道翠翠在影片过程中总共讲了几次可怕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这个独木桥最后佑哥还是不敢玩，所以我们就跑去旁边玩跳跳床了。但是玩得太开心，所以忘记录影。总之，青年公园真的很有趣，住附近的朋友也可以过去玩玩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是翠翠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